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要向各位观众介绍的是来自美国波特兰户外用品品牌 Polar。 Polar 的装备与设计，服装的设计是来自于冲浪文化、滑板文化与运动用品的爱好者，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旅游活动中得到启发。虽然不是顶级的规格，不过因为有着充满怀旧的感觉，所以可以从产品的设计中感受到带有文化底蕴的玩心。2011年秋冬，充满着随性感的 Polar 系列即将在 Virtual Journal Standard 展开贩售。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可以穿着走的睡袋，这款经典款是 Polar 的看板商品，有着高人气的 Knapsack， 只要解放拉链就能够从双手侧边伸出自由活动，同时还有方便的口袋，双腿也能从桶状的下摆中解放，所以穿着睡袋四处走动是没有问题的。早上起床也能够直接穿着睡袋外出散步，双面穿的设计也能够随着心情转变变换风格，你觉得如何？いいですね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穿着走的睡袋继承了这款商品的 DNA 的商品，能够双面使用的斗篷。这款斗篷的正面附带了一个大型的口袋，像是袋鼠一般，不用背带背包，解放双手能够自在的活动，没有拘束的享受轻松的时光。只要把两侧的纽扣解开的话，是的，还能变成保暖用的毯子。哎，怎么样？可爱。其他的商品例如帐篷、吊床、宠物用品与帽子等等，都在这次发售的对象中。最后请观看来自于美国的 VTR， 那我们这边说声再会，谢谢大家。We'll be right back.